盆子是什么？覆盆子是一种蔷薇科悬钩子属的本木植物。覆盆子的果实是一种聚合果，有红色、金色和黑色，在欧美作为水果，在中国大量分布但少为人知，仅在东北地区有少量栽培，市场上比较少见，国际市场上被誉为黄金水果。在乡间的山林里、小路旁，到处都生长着这种植物。覆盆子有很多别名，例如悬钩子、覆盆、覆盆梅、树梅、野梅、木梅等，口味酸甜且奇香无比。覆盆子果实为聚合浆果，柔嫩多汁，色泽宜人，营养丰富，是目前风靡世界的第三代水果。